各位来宾，各位老师，同学们，大家好。今天我们齐聚云端。Then turn to right, turn to back to back. You can also rotate continuously like me. 小五花，还是不错，很好，非常好。Still pay attention, do not go out. The stroke, the last two stroke, do not go outside. Okay. And this one need to be more sharp.Need to go up to our patients for their daily use. And with the developed technology, we also have a single herb concentrate granule. These are bottles of single Chinese herb concentrate granules. When the patients gave the prescription. Yes, good.And the last one actually is the same as English sound. Zhong Yao Zhong Yi Shi Liao Zhen Zi Ba Guan. 你好，我叫菲菲，我是俄罗斯人。你好，你好。我想这个。好的。路上请。这个是怪。OK。让我依依不舍的不知你的温柔雨露还要走走走你攥着我的手让我感到为难的是挣扎的自由分别总是在九月回忆是思念的愁深秋浓烈的垂柳亲吻着我额头在那座阴雨小城里我从未忘记你成都带不走的只有你我觉得我们这项目的老师都很专业，都很有耐心，每次回答我们的问题，把所有的小细节讲得很清楚。虽然每节课只有一个小时，但是真的能学不少东西，对大家都有很大的帮助。我们的作业非常有意思，所以大家每天都期待今天的作业到底是什么。我只想对每个老师都说，老师，您辛苦了。大家好。我叫林夏，我参加了2022年西南财经大学的海女校线上同届交流节目。我学会了很多新的知识，比如说古典舞、中医等等，而且我交了新的朋友，我对这个项目特别满意。谢谢大学的老师，谢谢志愿者，谢谢同学们。你好，我叫戴一莲。
我很高兴能参加汉语角这个交流的项目。我很喜欢上这些课，因为什么都安排得非常好，上课的内容也非常非常的丰富，我学到了很多新的东西。我不只是提高了自己的汉语和英语水平，还了解了中国人的文化、四川人的生活方式、名胜古迹、发展搞技术的这些方面，我真的很觉得很有意思。我对四川产生了感情，是希望以后有机会我一定会去四川旅游还是学习。谢谢给我们提供那么好的学习机会。Thank you. Thank you. 再见。Thank you. Bye bye. Thank you. Goodbye.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Goodbye. 谢谢，再见。不客气。啊，很高兴。谢谢，谢谢，非常感谢。谢谢大家的参加。